嗨，我们英语循环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这个汤圈目前为止呢，是在我们的泰国的曼谷啊、哦，这一家非常棒的叫 Sakura Massage and Spa， 就是樱花按摩哈、哦。很高兴今天欢迎到我们的 Sakura Massage and Spa 负责人王小姐啊，你好，王小姐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哎，能不能跟我们呢英语循环的观众朋友说哈、哦，我们 Sakura Massage 跟 Spa 总共开多久了？开了八年了。哦，开了八年了啊、哦！那我们知道呢，我们店里面有所谓的这个射护线保养，对，我们台湾人就叫抓龙筋，对啊、哦。然后的话，能不能跟我们介绍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保养呢？这个啊、有些会阻塞，对，头痛、背痛、压力大，就有用。嗯，就有用，对，哇，擦了就会轻松。是，而且我们家在整个曼谷哦，其实呢，会呢这种正统泰式的这个啊、男性射护线保养其实不多哎，会做的不多。泰国人他们不懂，哇，不懂，那做的也不多，会做的也不多。那这个是从哪个地方传来的？这个以前有一个老师教的，哦，他不教谁的。哦，他是不随便教人家，对。所以的话，我们呢 ，Sakura Massage and Spa。哦，你们有传到这个精华，那您会吗？你自己本身会吗？会，我就是教他们的。哦，是你教他们的，哇，教他们的啊。这个啊，我们说这是射护线保养哦，其实很多人不了解哦。那怎么样的男性需要来做这个抓龙筋的保养呢？有些男生会阻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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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小便不顺利，小便不顺利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是、抓了就会轻松，就会轻松。对，那睡得好。那一般来讲抓对不对？多久抓一次？要说40岁以上的就一年两次。哦，一年来两次调养一下自己。对对对对，哦，年轻的就一年一次就好了。哇，一年一次就把你畅通了哦。对对对对，那听说这种抓龙筋的话，女性也有私密处保养，也是。对对对，女生也有。哦，那女生的私密处保养有什么好处？也是跟男人一样的，女生也是一样、哦。对。哇，那这种是不是啊？私密处保养，保养的时间是多久？两个半小时。哦，保养。保养，对，抓好之后呢？就是半年一次了。半年一次，那一次是说半个小时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半个小时。哦，也是半个小时。而且知道吗，在我们的这个啊 Sakura Massage and Spa 王小姐这边，她真的不贵，她给你全套两个半小时，来包括哪些才能1500泰铢，包括哪些服务？包括推油、蒸汽、去角质、养生皮肤、洗奶液和抓龙筋。哦，才1500。对，而且汤丽娟老师做见证，我刚才啊、哦、就是做泰式的按摩，两个小时才是多少？350，才350，真的很会抓，全身畅通，所以汤丽娟老师才热情的啊、哦、这个来呢，为了Sakura Massage and Spa做背书的推荐。王小姐，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呢？如果他们要来，这个怎么做这个交通工具来呢？我要说坐地铁的话，就下暑梯伞。好，坐地铁记得哦，在暑梯伞那个怎么拼？暑梯伞。不会拼。哇，不会拼哦，来，没关系，我这边有，我跟你们说哈、哦，来，其实呢，到呢我们呢啊、曼谷来做住宿已经很方便，因为他们都有发这个免费的地铁站的地图给你，然后这个怎么拼呢？来，我看到也是这样子来的了啊、哦！来 ，Sutisa S U T H I S A N， 对对 ，S U T T H I S A N， Sutisa， 来这一站下，然后是4号，对不对？4号出口，直走，看那个麦，最主要看麦当劳哦，麦当劳，麦当劳的时候。有一条路巷子转进来啊、哦，走到你对面刚好是一个火锅，火锅对，大众火锅，大众火锅的对面啊，就找到了。找不到没有关系，我们王小姐有电话，你的电话是几号呢？好，0898807153。0898807153，哇，谢谢老师，可以打给你。哎，平时的话，你们营业时间什么时候？11点开门，11点关门。好，11点，早上11点到晚上11点。对。
大家告诉大家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我也很谢谢啊、哦，这个王老板啊、哦，王小姐，真的，他呢告诉我们哦，原来抓龙宫这么好，而且高贵不贵，而且别的地方也真的是不贵啦。我们正统的 Sakura Massage and Spa 嘛、哦，哈。对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艺术人报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